抢先带你关心新闻焦点。玉山凌晨下雪，积雪达到2公分，气象局提醒全台18个县市今晚流行强风。美国总统川普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，并承诺继续努力实现以巴和平。台湾首届医疗科技展开幕，有超过1000个摊位，吸引76国贵宾前来观展。台股连续下挫，引发回测万点揣测。对此，金管会主委顾立雄回应：台股基本面良好，不用乌鸦嘴。更详细新闻内容，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8点新闻。